王尼玛五问。王尼玛是谁？简单的说，他就是一个长这样的卡通头套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网红 IP， 源自暴走漫画，是国内知名的老网红。好像在网上老看见他，他主要做什么内容啊？他本身是玩梗漫起家，吐槽网络热梗，现在更多以主持人身份出现，讲吐槽向脱口秀，做搞笑访谈。又是吐槽向内容，他这个账号怎么赚钱啊？接广告，他抖音上一条广告45000，微博上一条广告61000，性价比都极高。同时他们还曾孵化出了很多网红账号，比较有名气的有富土康员工张全蛋。我是富土康三号流水线的张全蛋，英文名叫 Michael Jack。鉴黄师唐马如，我的人工客户编号7723唐马如。难得讲师赵铁柱，同学们，这节课讲一下舔狗的自我修养。还有最近很火的胖家军头目陈胖胖。这两天很多家人一直私信我，要我捕获野生奥特曼泡的酒。这么有搞头，怎么没人模仿他？有很多人模仿过，但用这种动漫头套模仿还没有特别成功的。我分享两个，你感受下。秦大头，评测各种各类的虚假里程的电动车。曹操说，最近几年他没有作品。最近怎么看到王尼玛和奥特曼一起上新闻热搜了？去年王尼玛发了两条恶搞奥特曼形象的视频，包括用野生奥特曼泡酒，把奥特曼关进笼子里，被奥特曼国内版权代理商告上了法庭。野生奥特曼泡酒是什么鬼？下个视频准备讲谁？富土康员工张全蛋，鉴黄师唐马如，难得讲师赵铁柱，胖家军头目陈胖胖。在评论区留言选一个吧。关注我，看网红学创业。